我知道，我就拍了自己看看。多少？头不换了，先试一下是吧？也可以啊，这个连点就打得少了嘛，是吧？这声音就轻了，打连点少。然后就是我这个自动手一放，手放一下，后面我才直接手放。下面那个模具没换过，还是这个模具。
好，坐下来了。接下来小七先。我在问他了。差好多嘞。来一个，抓的不好，里面后面那个都一样。好啊，好，先别放，等会要死了。好，停。